疯了，一二三四个螺丝。第二步，把这侧板这里有五个孔，这里有五个孔，这螺丝也全部松出来，松出来就把它拿出来，这样子拿出来。然后呢，把这四个螺丝松下来。再拿出来，这里一个齿轮，这里有个七米螺丝在这里，要把它松出来。那这个螺丝扭松，就把这个齿轮这样子拿下来，拿下来之后。把这个这样子松出来，拿个一字螺丝刀松这个固定环，松固定环又拿出来，再把这个拿出来，这几个螺丝全部打，这四个螺丝打下来，打通完出来。这两个螺丝也松一下，然后到这边，这里有四个螺丝的，这四个螺丝也要全部松出来。然后把它拿出来，这里这样拿出来，再把我们另外的轴承这样子好了，另外一个这样子套进去对准这个口，再放回去，扭回螺丝。哎，还有金属母片，记得这个东西一定要记得要扎回去，要不然等一下它通啊穿不了，不高。要再把这四个螺丝打紧，把这个放回去，把这个放you
记得这个螺丝孔位要对准这个轴承的孔位装回去。Thank you.